哦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应该算个古山啦、啊、树和苑，那建案名称叫树和苑。哦，那它这里的话呢，总开关它是坐在这里。好、哦，你出来阳台了哦。哦，总开关这里家，哦，总开关，啊，伊原底是安尼连起来，哦，啊，就把它切掉。切掉之后呢，咱就走迄个房台板顶管，我、哦、这样绕过来，我、哦、都走上面啦。哦，然后一进一出就在这里，然后白化石化雕钢这里家，哦，你超好看啊。哦，你安尼过来，你哪个白化石个这里家也修起，哦，啊、白化石啊这家，哦、啊，下来，哦。原水，哦，原水就是迄个阿北过滤的，你白，哦，然后先经过，哦，一个前置过滤，哦，前置过滤完之后，哈、哦，再给我们的这个软水机，然后再回去，哦，回去，它这个软水管就是要回到它屋内去的，哦，然后再回去，哦，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再回去这样，哦，回去到就刚刚那个地方，哦，那这边树和院做起来就是这样这样，哦，啊，这个是我们那个金鸿专属的一个前置过滤器。哦，非常的漂亮，这个是台湾制的，哦，加税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好，那今天树和苑哦，全部软水哦，全部过滤软水系统介绍哦，好、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啊、你若是讲有住树和苑的人啦，有兴趣的话吼，我来参考看卖啊，哦，参考我这种做法，哦，会比较漂亮，哦，可以试试看，哦，不一定要找我啦，你如果说有喜欢的。哦，厂商哦，你要给他做哦，这个也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。好、哦、的，魏家呢，哦，好 ，OK， 安尼今仔日介绍到这哦。